到清明节了咯。对呀、啊，等一下就能见到儿子和孙子们。嗯，前几天哦，邻居阿秀的孩子们啊，已经来扫墓了。嗯、哎呦，阿秀的是新坟吗？新坟啊，第一年啊，必须在清明节正日之前来扫墓的。第二年，必须在清明节正日扫墓。第三年，也必须在清明节正日之后扫墓啊。哦，原来新坟扫墓要这么讲究的啦。对呀、啊，还有啊，扫墓最好的时间啊，就是凌晨五点到下午五点。哎呦，你们不用这样紧张啦、啊！扫墓之前必须向大伯公请安，以示尊敬，同时也表示感谢大伯公对我们的祖先坟墓给予波比保佑。他们怎么还没有来啊？他们应该要来了吧？你们啊，不用这样着急嘛，再等一下啦。爸爸妈妈，快点啦，快点啦！孩子们在墓地不能喧闹，要保持严肃，这样才不会打扰到别人的。哦，知道了。你们啊，一家人穿的衣服啊，都那么整齐啊，看起来啊，多么精神哦！孩子啊，做功课啦。来到这里啊，第一个步骤就先检查祖坟的风水啊。孩子们，我们可以开始打扫咯。看到了没有？女孩子在鼓气嘞。哎，这里也要补一补哦。嗯。八哥大嫂，哎，你来了呀？哎，对呀、啊，我来了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大嫂，我发现今天冲我的生肖了，怎么办？会影响吗？别担心，我帮你准备好了，这是。先年乾隆带还有辟邪草，这里边有装了十一令吉的红包，你只要把它带在身上就行了。谢谢大嫂。爸妈，我来了。你看啊，你的孩子真孝顺哦，全部都来了。爸，为什么在墓碑上放上木子还有插香呢？哦，这是因为压了五色纸之后就代表已经有后人来拜祭和扫墓了，知道吗？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妈，那里的墓地不太整齐美观，我们需要去清理吗？不行的哦，各个家族的气场和阴气都不通，所以不能帮忙清理，否则会造成气场紊乱。好，我懂了。你孙女哦可是好心啊，但是啊，差一点办坏事咯。我的孩子啊，只会迟一点才到。哦，不要笑啦！你看，他们都在拜后土啦。孩子们，拜祖先之前，我们要先过去拜后土啊。
啊，拜完后子之后，我们就过去拜祖先喽。后土啊，后土，孩子们都在祭拜你喽，快点出来喽！来了，来了。后土啊，今天辛苦你了。没关系，这些坟墓就像住宅区一样，而我的任务就是要保护这里的治安。今天后代们送来感谢，我们一定要迎接他们，同时要祝福他们来年顺顺利利。对呀、啊。我跟你们讲哦，祭祖的时候啊，是要按照顺序的，从一家之主啊，到家中最小的辈分，明白吗？看到了没有？现在他们在焚烧做纸扎品啊！等一下，你就会收到他们烧给你的新衣服啊、新鞋子啊。爸，我们要在这里等吗？很热哎。对呀、啊，我们一定要等烧完所有的祭品才可以离开。那妹妹戴上帽子就不帅了。在墓地是不能撑伞的，如果是下雨或土不很晒，用帽子或雨衣代替就行了。好，我知道了吗？哇，你们的衣服真的漂亮哦！哇塞，好像情侣装一样。我跟你们讲啊，你们的孩子啊，真的很有孝心哦。今年啊，你们要好好的保佑他们啊！不用客气。那我想吃这个可以吗？可以，吃了祭拜祖先的食物，我们也能得到祖先的保佑的。好了。嘿，谢谢爸。不可坐在陌生人的坟墓上，不可跨过，因为那是很不礼貌的，知道吗？知道爸。哇！对了，爸，那如果是海葬或者火葬的家族，他们需要扫墓的吗？那也是需要的，儿子。火葬祭海葬，因为没有杂草丛生的疑虑，所以祭祀的流程相对简单。首先是摆上贡品，但在摆放贡品之前，先到祖先的塔位打个招呼，再将贡品放在灵骨塔供享座上。接着是拜地藏王菩萨与土地公，混香、三炷香，向那古塔的守护神地藏王菩萨或土地公祭拜，表达感谢神明守护祖先、指引先人修行之意。然后是祭拜祖先，混香、二炷香，香烧到叶剩三分之一时，双手捧银子拜向祖先，禀告后烧化，礼成后收拾贡品。而海葬的祭拜方式是到沙骨灰的海边那儿点香，即带上鲜花贡品。嗯，要记得保持墓地的干净，所以我们离开之前要把这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垃圾也是要捡起来啊。好呢，帮我们整理干净了，我们可以回了。不要给他们马上回家，要阻止他们。哎，待会我们会去人多的地方才回家。这是因为我们需要先把身上沾染的晦气给代谢掉，以免将不小心沾染的晦气带回家中。OK， 走走走，走吧。你的孩子啊，都做足了功课。
当然了，我的孩子已经看了鲍一凡老师的扫墓步骤，你不用太操心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好了，我去忙了，再见。OK， 可以慢走。拜拜。哎，我的孩子来了。哎呦，不跟你们讲多了，拜拜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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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清明扫墓表达了祭祀者的孝道和对先人的思念之情，也是慎终追远的文化传统。